2012年10月的一天，贵州省遵义市的一个建筑工地，包工头龚鹏心生不宁。他说，一下午都没有看见妻子，手机也打不通，甚至连幼儿园的孩子也没有去接。去上了以后就回去吃早餐，早餐吃了以后就回去我媳妇儿这些衣服。 龚鹏说，妻子下午应该是在未完工的大楼里收捡一些建筑使用的扣件，因此大家就商量先在大厦里找找看。就看到他们媳妇在那个地下室躺在里面了。警方勘查后确认，田茂群的死亡位置是在大厦内部通风井的最底层。 从下到上，跟每一个楼层都相通，而每一层的相通处都有木板挡着，只有五层的挡板是打开的。有可能是不慎的时候从那上面掉下来，落到那个负二楼的那个地下室。然后等到一法医回去后，就把所有拿个用的一些进行解剖检验，发现内脏全部就粉碎，应该是高坠死亡的。 随着田茂群的死亡，他的家庭也随之破裂，留下丈夫和两个年幼的孩子。两个娃儿每天都是喊妈喊宝宝。而女婿不仅要收拾起自己的难过，还要安抚老人。无论妻子是否健在，自己都会为老人尽赡养义务。他还拿出了一份跟妻子在生前约定的协议书，无论夫妻是谁先死。 另外一方都要抚养孩子和赡养双方的老人。结果就是我们的老王他自杀的，就是这个意思。他的死因到底是意外还是人为？是自杀还是他杀？但有种说是他自杀，我绝对100%不相信。警方梳理后发现，田茂群的生活圈子非常简单，对外界的人接触不多，除了家里就是偶尔去一下工地。 那么，事发当天他为什么会去大楼呢？有一点讲说，那火神工地上是修扣件和跳板部吗？他当天叫那个死者去了去现场的是修他那个扣件和跳板。那么我们通过对现场的那个勘查，那个地方呢，就是他坠楼的这个地方呢，肯定是没有扣件和跳板的。 而在多次讯问之后，他终于说出了一个从前一直隐瞒却又让人吃惊的事。他就最终还是交代了，把将他妻子推下去这样一个事实。龚鹏对结发妻子伸出了毒手，让人感到很疑惑。这夫妻之间呢有个小矛盾、小摩擦，这都很正常，大不了。 你们就离婚，这对夫妻之间有什么不可调和的矛盾？有什么不共戴天的情仇，非得这样你死我活才行呢？这到底是一场意外，还是丈夫精心策划之后实施的谋杀计划呢？龚鹏和田茂群小时候在一个村子里，两家父母都认识。龚鹏在建筑行业站稳之后，妻子也就跟着一起来到了遵义。 主要是在照顾丈夫的生活和一对儿女，夫妇俩男主外女主内。他们就是儿女双全嘛，应该是比较美满的。他们家的媳妇儿为人处事可以噻。但是龚鹏说，家家有本难念的经，表面上幸福美满，但实际上他们三天两头都在吵架。你什么事都依他了，因为他的脾气很刚嘛，就是说他也这么做，你必须这么做，你不这么做，那个日子就不好过了嘛。 龚鹏说，妻子的脾气非常坏，他向警方列举了妻子的一些不是。他把那个领到带去了之后呢，他妻子饭没弄，然后只有一些冷饭，然后随便弄了一点菜，然后呢去了之后呢，当场就离开他们家了。龚鹏说，妻子对外人这样，对家人也糟糕。有一次弟弟过来。 临走时，龚鹏问妻子要500块钱给弟弟买车票，结果妻子当着弟弟的面就发火了。那个是，他是最那种反应嘛，把荷包的钱啪的一下砸在地下了。其实当时我心里挺难受的嘛，真的，一边是我兄弟，一边是我媳妇嘛，爱人嘛，我这个人为什么这么不可理喻呢？我。 龚鹏说，自己最难接受的就是妻子跟婆婆长期都不和睦。那个时候他跟我妈吵架的时候嘛，跟我
也是跟他婆婆吵架，那个时候也是为了家人和首饰嘛吵架。当时他们吵得很凶嘛，因为当时那个时候我的中间很为难，一个是妈，一个是媳妇儿。其实我家女儿也靠到他家门槛，就是他家婆婆嘛，懒得懒呀，小脚孩懒呀，这等。有这么多的矛盾存在，夫妻关系自然好不了。而在这样的状态下，又出了一个意外。龚鹏作为肇事司机，发生了一起车祸，支付了一大笔赔偿款。都是我兄弟在帮我，然后我的爸爸妈妈在家里面亲戚朋友借的钱，他们借了大概20多万吧，然后保险公司出了有11万，30多万。33万的赔偿款一下子压得夫妇俩透不过气来，在这种情绪下，妻子的埋怨更多了。丈夫也逐渐害怕在家里，而经常外出。就在这时，他认识了一个叫小梅的25岁的女人。认识了一个女孩嘛，其实她对我挺蛮好的，但是说，那个时候我有想那种想法嘛，就是我们其实是说，也不是一次开玩笑，而是当真说我们两个结婚行不行？龚鹏跟小梅有共同语言，又觉得她温柔体贴。跟妻子对比后，更感觉妻子让人无法容忍，于是他想要离婚。其实我心里有种想法，我说这种女人来干什么呀，真的不可能，那事情不合理喻那种感觉。然而妻子却深爱着龚鹏，而且还有两个孩子，他根本不愿意离婚。另外龚鹏的父亲也坚决反对。我们说你现在离不了婚吧，我说现在想小女婿的话一二也离了哈，我们活到田孟群家爸爸，我们是又是隔壁邻居。在龚鹏看来，自己的家庭生活简直太痛苦了，想要摆脱又脱不掉，还能怎么办呢？这种妻子宁可不要，要么分居，要么我为他死，要么他为我死，要么离婚。周旋在两个女人之间，一个是妻子，一个是情人。龚鹏有一种强烈的感觉，同样是女人，差别怎么就这么大呢？一个冷酷无情，一个善解人意，一个想离离不掉，一个想结结不了。所以他就开始计划如何排除障碍，追求幸福。这个障碍当然就是他的结发妻子。其实想好都想过嘛，想用服毒啊，还有治刀杀那种，我做不到。然后只有在工业上啊。龚鹏想了很多种除掉妻子的方法，下毒、车祸、投河等等，都觉得不是很理想，而且容易暴露自己。最后他决定在建筑工地制造一起意外死亡。就说死在工地上的时候，工地上还能得到一定，还能从工地上得到一定的经济赔偿。做好决定后，龚鹏就在工地寻找作案地点。案发当天，他显得非常体贴，又叫妻子跟自己一起去工地。上楼之后，他就开始给妻子灌输一些压力、死亡、自杀的观念。其实我们在五楼、六楼都谈了很多事情嘛，人生的观念问题嘛。我就问他怕不怕死，他说不怕死。我说其实，假如说你死了以后嘛，你都是我钟家的，都是我的女人嘛，不管发生什么事情都是我女人。龚鹏是想游说妻子跳楼，但是俩人却越说越激动，见妻子还不主动跳楼，他就打开了五楼通风井的挡板，假装自己要跳楼。妻子见状赶紧阻拦他。心里比较想了犹豫，最终还是决定不了。是啷个推下来？当时拖手上去，真的是那个主意，这样子是的。龚鹏说，他把妻子推下楼之后，在旁边站了几分钟，然后就离开了，去给工人发工资，制造没有作案时间的假象，然后又跟其他人一起假装寻找妻子。死就让你死去吧，我能做你的容颜，永远对我儿好，对父母好，你走得安心就行了。其实就是这种想法。你如果说你两口有新欢了，你不愿可以彻底划两起诉了，管你，你不能该这样子伤他的名。你如果说离了，你放那条生路，我姓田的绝对不找你，对不对啊？
你想搬来这样子惨，搬来这样子凄惨法，当时老子是打你啊，老子好像跑跑搞死那个杂虫等，你之前的话你那个良心啷个待遇的话。一起看似意外坠楼的事件真相大白了，所有人都惊诧于这样的结果，尤其是死者和凶手他们是一对夫妇啊，他们的亲人无论如何都不能接受，无法理解怎么会是这样呢？当然这是他们必须要面对的残酷的现实。我好像是说你如果在那时候对我的媳妇孟寻过意不去，好像说怪的是自己的人吧，怪的自己的好媳妇，的确的我们只能说在安葬方面呀，来安慰他一下，弥补哈表达我们父母亲对这个死者这个媳妇儿家最别别心情，你说这是吧。田茂群的后事包括丧葬费都是由公家来处理的，又经过调解之后，公家的老人又向田家赔偿了50,000元钱。对于儿子做下的孽，他们真是觉得苦不堪言。饿死的老虎不是儿，哪个不心疼的？但是他走都直接不了，他是所作所为走都直接不了，这个损失是无法弥补的。尽管50,000元的赔偿对于一辈子都务农的庄稼人来说是一笔巨大的数额，但是他们还是明白这不能弥补家破人亡的田家人，也能理解亲家在心理上无法接受自己。总觉得他这个心比狼还狠，是不是吧？和他之心的话还有那样过过呢，就简直没有亲切过过呢。自己做下的孽却让老父亲来弥补，这让关押在看守所里的工棚有些触动，他分别向父母亲和岳父母写了一封忏悔信，希望能够得到宽恕和原谅。现在我这里体会就是说，能够认清自己的错误，能够在国家领导方面是能够达到，他不可能，他同情我不会同情我，我一个人同情比人肉还不如，哪个人会像你那个做，就是看在娃儿的面子上和父母的面子上，能够像从轻款的、从轻处理啊，减轻我的罪行啊，来做让我再回来社会做一个孝敬父母和孝敬我为他做父亲的责任，孝敬父母的责任，这是我最大的心愿，最大的愿望。不能谅解，这种人还可以谅解喽？那个良心何在呢？是不是啊？你搬到那个惨无人道，还有娘家里的喽？娘家里救出来的话，还不是岂不是要杀呀八八百家？田家人认为工棚是罪不可赦，而旁人也觉得他是心狠手辣，不可理喻。但是说你作为一个男人，你这种太无情了，太心太狠了的哈。作为这跟着你生了两个孩子的夫妻了哈，不应该像我对哈。都说是有哪个其实放假也嘛哈，都说讲离婚这些，人家都可以同意，你放假都要生了的哈。最无辜的都是两个孩子，真的是无辜两个孩子。你们看两个孩子。旁人一方面谴责作孽的工棚，同情他惨死的妻子，更可怜那两个才4岁和2岁的孩子。我说越慌的，你妈妈都死了。我说是，你啷不想你妈妈呀？他好好的笑我，咦，我好的心累了。我说天。扶着两个娃儿啊，弄个小娃，大那个儿也不晓得，小那个儿也不晓得。我说这个天啊，反正看见两个崽子嘛，是之所以哭嘛，泪流满面嘛，又难话了。两个不谙世事的孩子，如今还不能明白母亲的死亡，也不能理解父亲的锒铛入狱，只知道妈妈买菜去了，爸爸上班去了，这些都是爷爷奶奶告诉他们的。爸现在想投行的债务。还要抚养着两坨孙女儿，这个责任，你想我们啷个承受这样的重担喽？也这个精神压力，以及这个家庭压力，你压到我们就没法喘不过气来了。老人说，孙儿孙女现在只能由腿部有残疾的老伴儿来照顾，自己得出门打工养家糊口。现在我是在屋里打工嘛，现在我。现在外地做活，我们出去打工，我们汽车差了，现在想卖电也卖不脱了。对于工棚的审理还在进行当中。所有认识工棚的人都没想到，这个人居然是一个两面三刀的人。
表面上他把家庭维护得幸福美满，实际上呢外遇不断，表面上他痛失妻子，实际上他是借此向施工单位索赔，表面上他要替妻子向岳父母尽孝，实际上他让人家白发人送黑发人。这样一个双面人，自以为他策划的天衣无缝，可以瞒天过海，所以他在行凶的时候，他没有想到这个纸里终究包不住火，他也一定没有想到真相大白以后，他该怎么告诉自己的孩子妈妈上哪儿去了，又怎么去面对失去女儿的岳父母，还有原本要等着他去养老的他的亲生父母。龚鹏一手摧毁了所有人的幸福，这其中也包括他自己的。我是卢一鸣，明天见。